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感谢和峰会会长与陈昌会长的邀请让我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派发法案的一百年来的我们的一种纪念跟反思，有这非常荣幸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我们在和峰会主办的亚洲文化月期间一个活动来讲一百年前加拿大联邦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的回顾以及它的影响，然后结合当前我们华人社会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是非常非常及时，同时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高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讲的要是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我当作为一个律师，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跟大家谈一谈，同时呢，我也要从社会，我们华人社会在平反人头税的运动当中，我的参与，以及跟全国各地华人社区、华人社会、华人社团的交流的讨论的一些感想跟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讲的排华法案，就是指1923年加拿大联邦国会通过的，叫做一个法案，叫做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它不是叫做排华法案，是很讽刺的，叫做华人或者是中国人移民法。这个移民法，1923年的移民法里面针对的就是 Chinese origin， 或者是中国就是那种就是华人，他不是讲中国人，就是华人背景的，不论你是哪一个国籍的，总之你是华人这华人的针对的，不是讲如何鼓励华人移民加拿大的移民法，而是目标跟目的是在排斥限制 Chinese 华人，我们应该讲华人移民加拿大，所以这个是非常讽刺的一个法案。我们华人的先辈把这一个法案叫做排华法案是非常贴切的，事实非常这个要害的点出这个法案的核心的内容。那么我今天呢，就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查了一些资料，把当年的加拿大的1923年的Chinese Immigration Act 全文呢跟大家今天介绍一下，这是1923年通过的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OK， 目的不是在鼓励华人的移民，而是如何限制 Chinese 移民来加拿大。这个法案实施到1947年20多年间，那么有一种数字说这几十个华人移民来加拿大就通过，那么大部分的华人呢就是被排挤在门外。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 OK， 1923年的通过之前，大家知道是有人头税，从1885年实施人头税到1923年。人头税的目的就是要限制华人进来，
结果适得其反，不但没有达到限制华人，而且在人头税实施了几十年中，有一种统计，就七八万的中国人华人到加拿大来。所以在1923年，在 BC 省的当地的这政客的压力底下，国会就通过，匆匆的通过这个1923年的移民法。那么实施日期呢，非常的有一种侮辱性的，就是在加拿大国庆的日，七月一号实施。虽然这个法案是六月的时候通过，实施日期是七月一，所以呢，就是我们华人是当作这是一个人羞耻，一种侮辱，一种也就是排华法案的，也就非常非常有伤害的华人社会的一个法案。那么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法案的实施之后，基本上华人就进不来加拿大。原来在加拿大的就留下来了，在人头税实施期间留下来的加拿大人华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亲属就没有办法来到加拿大，因此呢，造成了我们社会上一种畸形的发展，所谓 bachelor society， 很多都是单身的，华人单身，没有家庭在身边的，家庭就被排斥在家乡，造成一种畸形的一种只有男的社会 bachelor society， 这个是对我们华人社会的这增长的发展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非常大的一种负面的影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一直到1947年 okay, 这个法案才 被废除。在这个法案实施的时候，我们大家强调的注意的就是说华人被排除在门外。另外一部分的条款大家如果看一下 okay, 在已经在加拿大的那华人必须去登记，政府还通过要求在加拿大的华人你必须去登记，登记发一个证给你。你想一想，只有加拿大人，只有华人被单挑出来，说第一你不能够进来，第二已经进来的人你要来登记，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证。那么这个证呢，根据他这个条例，司法当局可以随时检查你有没有这个证，如果没有这个登记证，还有受到法律的处罚，要罚款，这个罚款是很高的在当时。所以等于说把华人就是单独的挑出来，有实施一个登记的制度。这个我们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给你一个二等三等的标签，是你必须要有证你才能够在这里居住下来，结合着之前的人头税变本加厉到排华排斥华人，造成我们的华人社会的畸形的发展，一种这 Bachelor Society 的出现。那么从人头税到排华法案，几十年来加拿大有这样的遭遇的就是华人而已，其他的种族其他的居民没有得到这样子的待遇，是有华人，这个是很明显的种族主义的作祟。如果大家有机会再翻查当时在 BC 省的反华的情绪，反对华人的一些暴力的行为，以及舆论上的一些侮辱华人的这些资料，你们可以看得到，当时的这个反对华人、排斥华人，
这出发点很简单，我们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说，就是种族主义。到加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排华法案废除了，把公民权付给我们的在加拿大的华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就是因为加拿大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宪章，也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也是盟军的一个国家，参加了这方面，终于打败了就是法西斯帝国主义，就是赢得了世界的那个二战的世界的和平，在这个情况下被取消了，法律取消了。但是呢，我们要问，今天回来看，法律条文取消，但是社会上那种种族主义的东西，种族主义的思想，种族主义者各种各样的行为，是不是逐渐逐渐被取消呢？消失掉呢？我们从今天来看，这个答案呢，应该说是没有。在我们现在在亚洲文化业这个纪念、这个庆祝这个活动中，我们要强调的、要表扬的，就是加拿大各族人民之间的一种容忍、一种容 tolerance， 然后一种的尊重。尊重是我的肤色跟你不同，尊重我的宗教信仰跟你不同，尊重我的文化传统跟你不同，我的种族跟你不同，这是你尊重。好了，我们今天就要深刻的问，要问，真的这个东西消失了吗？从我们社会上里面被消除掉了吗？我想大家会同意我的一种的观察跟感受跟遭遇，没有。所以我的题目今天就跟大家讲了，就是100年之后，我们这种族主义是不是会重新展现出来，嚣张起来？这是要引为我们引以为戒的东西。我们知道，在2006年，哈佛总理在国会对华人正式的道歉，道歉是人头税。政府呢，也同时在2000的时候，对于再生的遭过人头税的人，或者是他的配偶，给予一些赔偿，这是第一。首先在国会道歉，第二呢，在那个再生的纳过人头税的人本人，或者是他的 spouses， 给一个一个赔偿。但是呢，大家忘记了，也可能不清楚，当时我们华人社区要求平反的有另外三样东西是被政府否决了。我们当时把这个三样东西简称为叫 AEC。 A 就是 Acknowledgement， 就是政府要采取一些措施，做一些活动来表扬我们华人对于加拿大的社会的贡献，对于加拿大经济发展的贡献， acknowledgement， 肯定我们的贡献，表扬我们的贡献，必须以政府的行为来做，必须由政府的项目、政府资助的项目来做。在全国的范围里面，就是恢复了我们
应该有的尊严，就是表扬跟肯定我们的先人对加拿大的发展所付出的贡献，这第一。第二呢， education 必须在全国范围里面教育我们的青年人， OK， 种族主义是不能够容忍的，一定要排除消除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上。所以我们也要求政府一个整套的一个做法，真正的人头税是因为种族主义引起，所以你必须在解决人头税的时候，平反的时候，要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消除种族主义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了那声，第一要表扬我们，第二呢，在对青年少年的教育，在学校里面要教育要推广种平等，不能够有种族主义，这是第二，我们叫做 education。 第三呢， commemoration 纪念，必须在全国各地，在重要的场地来正式的来纪念我们华人对加拿大的贡献。当时呢，最重要的就是修建这个铁路，在这个铁路沿线，在适当的地方，在公园里面有这种纪念碑来纪念我们华人，就是 铁路华工的贡献，还有其他华人对加拿大社会的贡献。这个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提出这三个方面呢？就是要针对种族主义这个问题。但是呢，很遗憾的被政府否决了，没有，政府没有做，只是形式上的做一点。但是针对各位朋友，我们从2006年到现在是2023年，十几年过去了，大家有看到政府做什么表扬华人的行动吗？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教科书里面教育下一代的人，年轻人，种族主义的危害吗？没有。这个呢，是我们平反人头税功亏一篑的事情。我当时跟全国各地的社区领导跟华人社区一起，为了平反人头税付出了20多年的时间，虽然最后哈佛道歉也赔偿了一部分，但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三项要求被政府否决，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心里感受到非常的难受，也感到一种的愧欠，说没有全面完成，全部完成我们当时华人社区，全国的华人社区花了20多年的要争取的东西，我们最后没有争取到，是功亏一篑。在2003年的时候 SARS， 大家知道 SARS 了，OK， 在加拿大比较久的朋友们你们知道 SARS， 当时是一种流行病，就是传到加拿大来，当时的多伦多的 Toronto Sun 既然报道说这个是中国人带进来加拿大，就引起我们多伦多华人社会全体起来反对，指责讨论都上，当时我们呢就组织一个代表团，我是在其中的一个，我们进去到讨论都上的总部去见到他的总编辑，我们要求说你这个是对我们华人的侮辱，你必须对我们道歉。当时那个总编辑叫 Goldstein， 他最终呢是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在 Toronto 上的报纸里面登了一个新闻，说对这件事情他们表示道歉。那么事情虽然是平息下去了，但是呢，从这个例子里面，这是2003年是在台湾法文被废除之后很多年，还是有种族主义的东西存在。那么接着下来了，更明显大家刚刚经过的
是什么呢？就是 COVID-19 新冠疫情，华人被歧视，华人被无理的指责，大家是亲身的感受到了。是什么东西造成这种东西的？为什么在哈伯总理2010年道歉之后，对于华人还是存在这种的偏见、这种的歧视呢？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么，我个人的觉得，我们在平反人头税的时候，我们功亏一篑，我们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跟同意，来进行了三项的 AEC 的 program， 对于社会的教育，对于我们的正面的，对于我们华人的表扬，让所有加拿大人知道，在公共的场合里面来表扬、来纪念我们华人。那好了，现在我们看不久前，是不是虽然表面上讲的是选举，是指责中国政府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深层次的思考、观察跟反思，是华人在加拿大再一次在从政、在政界受到的歧视。我们华人团体，像多伦多华人联的总会、全家华人联会，我们一直就是要鼓励推动我们华人去参政。好了，在过去几届华人参政略有表现、略有成绩，结果我们得到了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对我们带着一种怀疑的眼光，我们所作所为都被怀疑有别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要问其他注意的种族？这国会议员、省议员的其他选举出来的议员，他们不会面对的这样的问题呢？难道他们没有跟他们的母国、他们的祖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经贸的交流吗？有，可能比我们还多，可能更加有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文化的往来、教育的往来、交流等等，但是他们是 OK 的 ，That's fine. But when us Chinese Canadian doing it， 促进文化交流、经贸合作，就有人带着有一种偏见、一种的抹黑的眼光来看我们。那我们又要问，这个现象的出现，深刻的社会的原因是什么呢？所以朋友们，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从2003年的 SARS 事件，从 COVID-19 事件出现，到最近在政治上政界发生的一些 OK， 对于我们的华裔的议员的毫无根据的这种的指责，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还是四个字：种族主义作祟。现在我们要各位警惕的一点，在我们今年纪念这个100年这个排华法案的时候 ，OK， 我们要特别警惕，不能够让所谓意识形态，也不能够让所谓国家的安全，这样子的堂皇的、漂亮的借口，来对我们华人造成一种不利的、破坏的、损害性的东西。我想各位朋友也跟我有同感的。我作为一个律师，我想，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怎么办呢？我从1968年来加拿大，到现在55年，
在过去的55年，我看到加拿大社会的变化 first hand， 我也参与了加拿大的社会很多活动，我在各方面我都有亲身的很多的故事跟经历跟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呢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新纪元的时候，就是全家华人我们在多伦多每年举办我爱加拿大，加拿大是我家的大型的有活动。为什么在2000年我会提出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我的背景，我在东南亚出生长大，我有体会，就是说我们在加拿大的华人千万不能够大意，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以为现在是多元文化社会了，以为我们现在是完全平等了。法律上 of course we are all equal， 宪法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of course yes， 但是呢在很多社会上，当问题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么平等了。所以呢，就是我当时就提出，我们在庆祝加拿大的国庆的时候是应该庆祝，那么提出什么呢？我爱加拿大，我既然是成为加拿大的移民，加拿大的公民，我就热爱这个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加拿大是我的家， I'm part of it， I'm part of it。 像我们这出入州总理， A Canadian is a Canadian is a Canadian is a Canadian， But are we really？所以我们要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在宪法，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我跟大家提出，我们的老总理 Pierre Trudeau 在1982年把加拿大的宪法从英国国会回归到我们加拿大，同时呢他增加了一个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就是人权宪章，在我们的宪法里面，这个是这个人权宪章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人权宪章，是很多国家现在都是以为蓝本的一个人权宪章，得到我们世界上各地的一种的认可的一种表扬，也是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多元社会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个宪法上赋予给我们的权利跟保障。我觉得我们的现在呢，就是更加要重视这个人权宪章给我们的保护，不是说在宪法上的比较抽象的人人平等的这面的保护，比较具体的我们呢，就是应该考虑说怎么样用这个人权宪章来维护我们在加拿大的权益。而且呢，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是使用宪法赋给我们的权利来鼓励，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能够更加的积极的 OK 积极的投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社会，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 a Canadian is a Canadian is a Canadian， 真正的大家都一个人平等。所以朋友们，在我们今天在纪念百年前的排华法案的时候，我们除了庆幸加拿大是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移民法实施的平等的对待全世界各国的移民，在我们的华人社会其实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加拿大人民是非常友好，非常友善，非常充满着一种爱心，有公益心的这么一个人民，我们生活在这里是感觉到一种的兴奋，一种的幸福，一种的难得的机会，我们就是 appreciate that， 我们是非常的就是感恩。但是我们也要在宪法赋给我们的权利发挥我们真正的
作为平等的加拿大人这么一个权利。所以最后我留这个几个我的一些想法跟我一些看法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得到各位能够我们今天晚上短短的时间大家的交流，就是共同来为我们加拿大的华人能够在这里真正的当平等的加拿大人这么一天来奋斗。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谢谢。